我们众生就像小朋友一样呢，那么为我们众生有这个极大慈悲母呢，所以阿弥陀佛哈，你是用慈悲来救我们啦哈。那么这个智慧跟慈悲是一体的啦哈。那么阿弥陀佛伊唔是普，伊唔是普通的妈妈，伊是极大慈悲母哦，这是安那了解。你是个男家不说，是不是？南无阿弥陀佛，做梦都给你。最后に、私のママが、私のママがありました。そしたら、こうがすごくラブになる。所以呢，我们还没有了解阿弥陀佛是极大慈母之前呢，我们的会抱着这种去求阿弥陀佛，有求阿弥陀佛念佛的心呐、啊。那么，当我们知道原来阿弥陀佛他是极大慈悲母，你有这个阿弥陀佛是为我一人而来，为我一人而发这个本愿，你有这种心境出来的人啊，你就会有这种佛子的自觉啊。你有这种佛子的自觉的人呢，啊，我是阿弥陀佛的囝啊。你有这种自觉的人的时阵呢，你自然得袂，你管你，甲伊就是追求，自己讲的叫追求啦。你得袂，得袂去阿弥陀佛求啊！你得哎，得唔免用求的呀、啊，啊，不是用祈求的。唔该，是你，我在是一般在做咯。我总是来带着，所以讲呢，寂しい休憩呢，寂しい孤独的休憩呢，もう大変でばっかりいたんです。何分用でもあかんねん。那么老师讲，伊拄啊出来讲话的时阵呢，拄了一个，就是拄了一个铜盆啊，吼、哦，这个铜盆呢，就是江苏讲的话，伊拢听有哦，伊拢知。啊，唔过呢。伊回去的时阵啊，当伊等到他回家的时候呢，也感觉做孤单，做孤单，感觉到很寂寞、寂しい安尼啦。そのおばあちゃんがね、90歳の時にね、転んで、そして最後ね、丸坊主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そして私のママがおりましたって。こういうことありませんって言って、嬉しいって亡くなっていた。那么呢，这个铜盆呢，当伊九十岁的时阵啊，伊伫不断的闻法，闻到九十岁的时阵呢，哦，有一天伊挂倒啦，哈、哦，为了红伤医急救啦，哈、哦，那么最后老师去看他的时阵呢，伊得因为挂倒嘛，手术嘛，为了得他门提起来，得无他门安尼啦。啊，伊一日捌听咧吼，伊就甲老师讲，请老师你为我欢喜，我已经找到我的阿弥陀佛啦，我的阿弥陀佛啦，哈。私のママ阿弥陀佛。哎，当伊找到伊阿弥陀佛的时阵，伊的心特别孤单，特别无伴，哎。私のママがおりましたっていうね。那么有这个心境出来是第一高法维系尊呐，啊，就这样。老师给他讲高法的灵魂，就是睡。高法维，你这样睡着，阿弥陀佛，哎，是我的妈妈，叫我去把心境出来。老师讲，啊，这个铜盆呢，一生闻法到九十岁呢，才能真正的找到他的妈妈，都是阿弥陀佛啦。所以老师讲，你恩大拢找阿弥陀佛咯，阿弥陀佛遇到自己的妈。那么老师讲呢，哈，俺为什么知影两佛？啊，这里两佛就是为佛心来，为佛心就是慈亲心呐，哈，就是为这慈母心，俺才知影两佛啦。所以，
所以按你那个，哦，按在怎样两分半分钟给塞了哈。所以懂按在两分的时阵，不要停在这里，停在自己啊，要回，哎，回归那个佛心呐、啊。所以老师说我们两份两份，什么是两份呢？你要知道啊，什么是两份呢？两份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幸哦，就是清净哦。那个呢，俺那个呢，木头就木啊，木头就木个是，那我们那屋子那屋子有点木有点木有点木啊，那没呢。老师说真侪人拢以为两份，就是安尼嘴紧动，那就是两份，不是哦。真正两分是佛心清净，五个心在往哪里去？哎，有心有五个心。老师讲，俺看到了，俺嘴个叮当个两分吼，还是表层，会当触动俺的嘴来两分的，迄个力量原动力是哪来？从哪里来？从佛心，从清净来啊！哎，先生，一三五四三十八。三业不相舍离。对啊，俺那个在弄，不是天天不读书弄么？哎，天天不玩弄么？哎，天天玩玩弄么？哎，俺们家不弄，那我就我那个玩的玩的玩的，他妈的就玩。所以老师讲，这个彼此三业不相舍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俺的嘴两份，俺的心哈身体呀半份，哈。安尼目睭来看佛祖也好，看佛像也好，哈、哦，这原动力来自于哪里呀、啊？来自于佛心清心哦。哎。安那个在讲，开始学这路子。哎。你不是先不教？老师讲哈，不是你聪明，不是你跳你三十三秒跳过来哦，不是哦。哎。俺们家不是弄，在医院啊，弄一点。哎。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心哦，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心，还愿众生，还愿两分，还愿拜佛了哟。哎，哎，哎，老师讲，一般人两分上大的障碍就是哈，动这个两分动作是家己个两分。这是上盖多的障碍。所以走路，进来之后你们当留的了。哎，好，那么所以亲人证人呢、啊，你得赶快这亲人证人按众生按取，哎，出咱阿弥陀佛出来，这不是按众生搞，这咱们念佛了，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哈、哦，好按众生怎样，按的是有感受的阿弥陀佛的慈悲，按众生这个水才庆念咱阿弥陀佛出来哦。
纯觉上人哈，也法语啊，就是讲这句的真好，假这念佛哈，何谓念佛哈，讲得很清楚啊。伊讲这个念佛呢，只是弥陀的功德啊，哈，它不是，更非凡夫有肉行呐，啊，它不是我们凡夫有肉的行呐，啊，所以两方不是按众生，按众生个念哦，这是不是弥阿弥陀佛的功德哦，哈。故呢，不借机功哈得往生欲。虽然众生会当往生，不是按这个机的功的功能哦，这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按众生才会当往生的哦。哈，所以呢，念佛只是弥陀功德，更非凡夫有肉行故，不借机功得往生欲呀。这个偏是自然，不可思议也啊哈。就说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众生哈能够念佛，能够往生。这个就是自然不可思议。ですからね、だからどうも不動人がね、亡くなられる時にね、これ以上にはね、今は早、知恵の夢となりにて、ゆりきあまたの晴れの宿やろ。今や。今は早い。今は早い。今の夢と何にき。はい。よりき。よりき。あまたの愛の宿屋。やばおらえ八千名も多いけどね。あまたの仮の宿。因为哈，这股哈，这个上次哈，老师在那个承德佛学还讲过了哈。这个是纯觉上人，你讲伊往生的时阵啊，伊留下讲留下这句话，这股诗啦，伊就往生啊啦，哈。哎，老师讲，人伫临终时阵会当讲出种话，这不是普通人。当讲的话啦，哈，你讲哈，伊就是讲家己一生的就是做一迷茫安尼啦，哈，然后呢，这个就说，伊是讲刚一回来这个世间尔，已经来这个世间真侪遍啦，啊，这个世间拢是迄个暂时的迄个亚都，就是迄个过客，我们都是暂时的过客。那么这个用别的话讲，就是呢，说佛往来八千返。往来八千返，八千返，用阿弥陀佛就是八千遍，八千遍的意思啊。下巴过来八千遍。哎，多少过来呢？哎，一代。所以老师讲，这佛有啥物图案啊？哈，伊呢，就是示现各种啊，示现各种相啊。来这个沙婆往返很多次，我没有暗记啊，所以我得爱看些，我叫人改翻成中文给大家看啦哈。啊，因为这是临时的啦哈，所以我改翻译安尼啊，啊恁看嘛呀，哈，伊就是安心决定抄哈。
因为我记得上下两卷嘛哈，那么也讲我们啊，也讲这个虾这个爱心决定操的人啊，也得深深感受到的是讲哈，我们呐、啊、此生的功感低呀，我们啊我们那个久远劫来呢，我们一直受到不需要我的力量，不需要我的正或的他力愿行呐 啊。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就已经受到他力的愿行了，但是我们却被自己的哈、啊、自力的执心所羁绊，啊，好在这个发表哎，好在和就是我们都是执着自己的自力的执心呢、啊，所以虽然长久以来受到他力的愿行呢，我们没有办法让阿弥陀佛就绪，所以呢，徒来这个流转故乡，这个流转故乡就是有这个六道啦、啊。好、哦，图来这个流转故乡往返来家，也写来去，写来写去。我相信，就是因为安的自烈之心太顽强，好、哦，太顽强。好、哦，那么呢，这个实在是可悲名也啊，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啦。哦、因为阿弥陀佛的他的愿行，他持戒以前他就已经成就了啦。阿弥陀佛，我们就阿弥陀佛一直在讲求，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求。一直来在这个世间，在这个迷界哈，这些六道来在底下踅来踅去，踅来踅去，这是在上到悲哀的代志啊！哈，那么哈，世尊呢，他也悲悯啊，他几次哈空来沙婆往返无功，哈，哈，就是讲有特别救人呢。世尊呢，他来了沙婆好几次啊，但是拢救未起。那么阿弥陀佛亦悲伤众生的难化能化无用，阿弥陀佛救啊，阿弥陀众生无害救啊，嗯，好，所以阿弥陀佛悲伤啊。那么若有哈一人能信施不思议的愿行啊，啊，一个人必相信阿弥陀佛所言愿行啊，这个哈是真哈可报佛恩啊。这个真报，按你中文的话是，这个是真报佛恩，按你嘛是会通啊。按你以伊的庙字悲喜啊，来勾滚哈，悲喜就是可的意思嘛哈，是真可报佛恩啊。所以这一句话我都不要紧啊，我在你艺术上看我就会知啊。啊，先生，你嘛就我问你，我先问下。老师讲，安心决定操内底，这是安心决定操内底足重要的所在。我啊，时间无啊，时间无，家己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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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报谢佛恩呢？这才是真正来报谢佛恩，就是给阿弥陀佛救，这才是真正报谢佛恩啊！阿弥陀佛，你有感激，你有感激，不是有感激。真的去感受阿弥陀佛的慈悲，去真的去感受阿弥陀佛的佛心呢、啊，这才是真的报谢佛恩哦。老师说，真正的奉献佛恩呢，哈、啊，除了去感受阿弥陀佛的慈悲，感受佛心呢、啊，你要了解讲，阿弥陀佛一直在呼唤我们，啊，好、啊，你要还要这样，就是真正奉献佛恩呐、啊。因为当你刚想讲阿弥陀佛。你救我啊！在召唤我们的人，他自然而然呢会礼佛，会念佛。所以老师讲，不是你有拜会，就是报谢佛恩哦。你报谢佛恩这个动作，不是报谢佛恩哦，是你有去领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心呐。那个才是报谢佛恩哦，因为你有经验
领领受到阿弥陀佛慈悲心的人呐、啊，无人该搞你准来拜佛，无人该没有人教你，自然会念佛。これが私が救われる、助かって、もうすでに助かった途中やと、それにいらん顔しとるということを、一番みんなが悲しまれておるって言って、ということは、兄弟兄弟に言うてあるわけです。老师今晚问这个是莲如上人呐、啊，哈、啊，这个玉文章呐、啊，哈、啊，这个玉文章里总共有八十哈。八十封信呢、啊，哈、啊，那么这个是一总共有五帖哈、啊，那个是第四帖来，第几几五名啊，叫做那个这个八条文呐、啊，哈、啊，那么就是跟这个有啊按下的欧方家有关联的哈、啊，因为这用语义啊哈、啊，这就是还没有那个适当的中文翻译出来，伊大概意思就是讲呢，阿弥陀佛呢，哈、啊。他从前就是说呢，他在当这个法藏比丘的时阵呐，一点化观功哈，众生不成佛，我不成正觉啊，啊，那么伊发这个观的时阵是伫啊，是法藏菩萨的时阵呐，他们个今仔阿弥陀佛已经成佛啦，他那个正觉哈、啊，已经得到成就了啦，啊，他的见苦是生悔呢，阿弥陀佛得到已经成佛了，那个成佛的那个。像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啊，所以咧，知影讲，安众生会当往生的见故是啥物话呢？就是即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啊。好，老师讲好，即马阁互大家问问题。啊，即马就是回答你当初讲的问题，这就是念佛哈。各有问题要提出来。有问题要问吗？哎，蒋师姐，蒋师姐，有问题要问我。先问个老师哦，阿凡那边怎写了五劫戒度十个心，进入无我的念佛啊？先生，文波啊，你讲你是的，その自力の修行を捨てる、その本当の無我の念佛に入ること、どれを？念佛に入るなんていうことは厚かましい。老师讲你问这个问题哈，是啊，真高明批不？阿弥陀佛，他是讲有的话，哪有有的呢？老师讲，那个，老师，都跟我说拍些拍些的哈。来劲的，弯的。对，你问你问你问讲哈，要安怎才会当进入无我的念佛啊？老师讲，只要是众生呐、啊，你都没有办法离开自力的执心，这是凡夫。老师讲你，我们按那下标，我这款心的想法，就是你无了解何为凡夫，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吼，就是阿兹卡玛西，弟弟就是吼，你那么弟弟的人，你倒讲，我拍死。阿兹卡玛西就是吼。妈妈は来ばっかりやぞ。阿弥陀佛，得给你来呀、啊！你就那样能来的好吗？你刚刚武功，我不要那天上下标，那个自力的执心，哈、哦，你安尼就是哈、哦，自不量力啦。妈妈，我做些规矩吧，还有那个男的也做些吧，那军功难呀都。你安安尼了解讲阿弥陀佛来，伊，你来，你安尼你就念得来哈，伊无讲叫你爱变成无我的念佛，我才要你啊，伊无安尼讲哦，阿弥陀佛得叫你来，你就念得去就好了，这根本讲我被阿弥陀佛竟然当舍去自力的执心哈，安尼就是迄落啦，迄就是嫉妒，迄当下就是嫉妒啊，就是嫉妒啊。
跟阿弥陀完整的啦，我们都跟那开玩笑，给动作八个安尼啦，
安尼我想要做不要换业了，是哦，安拢哦，阿弥陀佛跟我们完真的，我们都不没有跟阿弥陀完真，我们都给青菜安尼啊，跟我请下面五星庙阿弥陀佛一起玩的呀。老师讲阿弥陀佛在讲，我面前来阿弥陀佛求啊。你弟弟跟人问讲，我要安怎去做？阿弥陀佛怎么救我？啊，你这不是要跟阿弥陀佛讲生就讲生？我那我继续追问好，既然讲咱圣道吼，甲净土无啥共的是，即内底敢若有淡薄仔礼仪，像礼文之下吼，啊礼思维嫉妒安尼，就是害害害，啊这样就是。可是我们凡夫毕竟都不单纯，我的经验是这样，最乖的那个是最坏的。最乖的那是最坏的。对啊，他从来大家这么看是最乖的那个是最坏，其实是以为都自己是最乖的，其实是最乖的，都不听话的。对。啊，嘴公虽然嘴公太好，但是跟他内心哦，内心那个不简单。对。起码就是讲变那个一点，凡夫是，那个煞的那个心态。先生啊，功夫啊呢，不过了，不过他谈运ではない，运ではない，雑です。この雑の心をいかにして順になるんですか。それで一番素直に見せてるんですね、功夫は。でも一番素直に見せてるのは一番悪いやつです。それが、本部ですね。ママの言うこともね、一番素直に聞いていったら、はい、それより他に素直になる道はない。はい、だから、その大きなママは阿弥陀仏というママ。はい、ママはだから阿弥陀仏がおっしゃる通りにね、はい、文句言わんとついていくの。はい、老师讲吼，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信顺佛语，听妈妈的话，只有听妈妈的话，家这条路无别条路通行。自分が何も念仏したって、自分の念仏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これの念仏じゃない。因为老师讲，你伫厝哈，你伫厝都眼睛念佛的人啊，迄耐心愈强。所以老师讲，我们唯一的就是信顺佛语而已。ママっていうのはそれは偉いものがありがたいものですよ、はい、どこまで行ってもママは子供のためには一生の命を教えるんやん。老師公当你知道ママの偉大的時候除了你在念ママ你特別你管念ママ就是不是你管那做老師公的滿心的念ママ那不同款この世のママでもね、はい、子供のためには親の命を自分の命を教えるとこまで行くんでしょ、はい。老师讲，这世间吼，这世间话的，这做妈妈的有了囝啊，伊拢会当拼死拼命啊，吼，这嘛做妈妈的人哦。那我讲，你怎么不会做一万岁呢？嘿，我讲，咱等于说，普通人怎么难打拼的？这妈妈的人有了囝啊，吼，他无怨无悔的付出啊，啊，他不要求孩子的回报，有没有？就问这妈妈这种慈母心呢、啊？あと日が降っても頭が降ってしまってもね、子供が病気しておったらそのことは忘れない。はい。でも老师公、あの不知道妈妈的伟大在好伟大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老师公、安这世间的做妈妈啊，安华慧妈妈呢，做妈妈伟大到什么地方呢？即使当妈妈的人得到那种，我们中文是讲失意呀、啊，哈、哦。
啊，中日本是讲痴呆啊，哈，那个就是说呢，即使他失忆啊，哈，他还记得孩子的事情。不然呢？嗯。我在听啊。哎。啊，你是因为很中意。哎。有什么程度的有理想的时候，从这里慢慢的明白你听的在对你什么不做呢，心中还得发现呢。那么老师得说一个爹妈妈的体得到失忆症、啊、那么呢老师以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啊，把看病掉进广岛的医院啊，你妈妈把不应当坐回家去广岛医院给看过了啊，阿姨老师入院的代志，伊妈妈的，一直到到晚上为止，没有忘记过安尼啊。不是，妈妈有一个，那不然卖你呢？你们都，你们那么做，没那么便宜。你说说结论呢？如果有呢，就是，我这个有一明白一点就是。那么这是老师为因大嫂遐听来的，是因妈妈。得到这个失忆症以后啦，有一天啊，伊就存伊迄个迄垃圾的迄个内衣裤啊，用包给妈包包的啊，就出去安尼啊。啊，伊是无看到，就约出来给伊约安尼啦，讲妈妈你伫倒位安尼啦，伊讲我伫广岛吼，要看某某人安尼，伊刚入院，我要来给伊看安尼啊。啊，不过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啊，毋是今嘛。啊，不过做妈妈的人，佫会去见看病的代志。也要看孩子，要陪他看孩子。对，所以说，妈妈何年前哦。30年前，私が病気して病院にいた。その時、見舞いに行ってくれた。それを忘れていない。那么，老师讲，伊是30年前的代志啊。啊，伊妈妈到伊失忆，佫会记得。所以要要去病院看看看囝嘞。就是可是讲，因为 ETF 就是，因为新加坡老师讲，那是妈妈要贡献的进程哦。因为 ETF 就是，伊个数据做不下去。伊妈妈已经家己已经真严重啊！伊个看来讲，伊记记还记得讲有一个囝，甲看病要去看伊个囝嘞。これが妈妈というものは、子供を死まで寄せない。接下来呢？那个妈妈的心。老师讲，妈妈的心，一直到妈妈要死的进程嘛，佫会记囝甲感慨的。そのママのもう一つ大きなママが阿弥陀というママ。那么比这恩人，比这人的妈妈的心佫较慈悲，就是阿弥陀佛啦。だから阿弥陀の三字をば収め助け救うと読めるというで蓮如上人は。所以呢，这蓮如上人呢，伊就讲阿弥陀哈，阿弥陀为了阿弥陀哈，什么意思呢？我收呢哈，助け救う阿弥陀佛有这三个意思哈，摄取不舍的摄哈。那他是开头的是救助的助，是故的是救助的哈，去救，哎，我这三个意思的，哎。这个阿弥陀佛，哎，老师说，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心呢。阿弥陀佛的心除了这三个以外，没有其他的心了。阿弥陀佛的心对救助的心，加这三个心，哈，就是摄取，哈，然后这个。那个救助，然后救度。だからその大きなママの心が我々を動かして、そして南無阿弥陀仏、南無阿弥陀仏とこのまま進んで。老师说，安住相机，所以 K
听乖乖吼，拜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但是阿弥陀佛这个慈悲的，这伟大的这种慈悲心呐、啊，进入我们的心，打动我们，我们凡夫呢才愿意拜阿弥陀佛，才愿意念阿弥陀佛。所以安念佛的人千万要有一个观念，安尼只个念阿弥陀佛，不是我会当念佛，只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好啊，好。予这个烦恼的我，会当对我嘴念一句阿弥陀佛出来。所以啊，阿弥陀佛一心一佛来是哪种的？啊，阿弥陀佛一心一佛来，我当然一心一佛来。阿弥陀佛一心一佛来的。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内底有一心不乱的话，这个一心不乱是阿弥陀佛这位伟大的妈妈的一心不乱来了岸，我们才。愿意才知道要念阿弥陀佛的，所以这个一心不乱，不是安凡夫一心不乱哦，是阿弥陀佛的一心不乱哦，是妈妈的一心不乱哦。这才是真正的阿弥陀哦。那么老师，两个两这是合赞哈，等于讲若不生者的誓愿呐，哈，就是真正妈妈的心，就是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就是真正慈母心，哎。老师讲，恁阁有问题要问无？因为虽然是九点嘛，恁若有问题要问，特别要恁问。有问题问吗？啊，无特别羞答哦。特别羞答。他是一个才智，我就是不是为我一个才智为人，对，安尼是讲，敢袂好变作讲，这个相信阿弥陀佛的人变作真自私，伊唔是讲不是要救度众生的种较博爱的思想，我来讲的，因为甲迄个经内底有一个故事，讲我放一条迄个。他伊要背时，就看人家做对啦，比侬个差。啊，我的意思是比对这点来讲，是你讲先。先生呢，说起信呢，小林啊，说喏，他们小龙王那是，秋山要过喏，五个天子呢，那他信呢，今天个他们那里，说喏，信呢，还是另个他们那里，说喏，所有马六个的子呢，所以呢。動物の心が来たら、英語イズムにならないかと。というのは、仏教に、ね、こういう例えがあるんですね。その地獄まで井戸があって、でその修行地獄の修行を助けるのに、一人の修行がその井戸の方なんですね。でも下にまた一般の人が住んできて、その人が自分が一人助けてもらうために下の人を、足で踏んだんですね。それ一人がために私一人の阿弥陀様、それこれとこれが同じじゃない、箱根ではないです。あそこも、でも全部で、不敢换，那个字不一样。そこは、実際の、家庭、まず家庭のね、ママを見たらよ。那么老师公呢？你别了解很多啊。青鸾圣人公，青鸾那个阿弥陀佛是为我那个本愿是为我青鸾一人哈、而有啊。老师公，你别了解这就是家庭内底看妈妈的怎样。老师公，妈妈呢？老师讲妈妈呢，伊袂讲嘛，伊有几个囝嘛，伊袂讲吼，敢要救你尔呢？妈妈要，妈妈对囝是，拢家己，拢我的囝，妈妈的人吼。啊，不过按众生对妈妈时阵，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无同款的哦。哎。
我我们打算明年建这个。我叫我南部安个节目呢。我叫我家在节目。私のママとならなかったらゼロ。所以老师讲，咱来遮的人啊，你当年吼，不管你看偌济火车、火箭啦、火车也好啦，假使你也无，就是讲我的阿弥陀佛，你也无这个款的心境出来的人，不管你看偌济火车，拢零分，拢零啦。阿弥陀佛，私のママです。阿弥陀佛是我的妈妈，你哎，爱我什么心境？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こなかったら嘘。你也无这个形象出来。什么妈妈就这样。老师讲呢，不管你看偌济佛册啦、哈佛经啦、哈念偌济佛啦，你卡说也无阿弥陀佛是我的妈妈，这款心境的人啦、啊，你阿弥陀佛就是假，那个阿弥陀佛跟你，哎，就是你拜佛就是假呀。私のママやったら私が死ぬ時に離れてくれない。老师讲，为什么你讲呢？因为你真正有拄到我的妈妈，吼，我的阿弥陀佛的人呢。你死的时阵，阿妈妈是跟在旁边的哦，妈妈是不会舍弃你的哦。有时候妈妈吧，如果死开的人，我死什么？老师讲，别人的妈妈的时阵啊，你死的时阵也该拜拜呀。跟阿弥陀佛也哈，他会不舍弃你。师父，我要介绍一个人，是这个道场的陈师兄，陈师兄。先生，今晚小哥先跟师长讲，工作的哦。进场，进场还有这个布置哦，要等待你们的建议，我们不知道怎么布置。先生，国公小凤啊，我们先生的指示我待ってますと。どのように改造したらいいかは先生の指示を待ってますか。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那种东西，没有我们自己那种味道，所以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先生，これは台湾風です。日本没有啦，ありませんので、これは台湾風です。台湾流です。老师讲吼，阿弥陀佛无甲人讲假，是我系阿弥陀佛，嘿。我在心中阿弥陀佛。是我系阿弥，对你来讲是我系阿弥陀佛咯，嘿。所以啊，你在心中还有阿弥陀佛。因为你有这个心境的人啊，你阿弥陀佛就是我，他才是跟你息息相关的。Yeah.
平等施舍，平等施舍，同发菩提心，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起立，丁丁先生，祝福高。听到吗？